老师加油！现在要跟对方说把手擦干净，不然拍我屁股。加油！我蛮讨厌手没擦干的人在外面，我的鼻屎滴在地上，然后我在那儿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讨厌是那种穿着毛衣，然后毛衣去沾到水的那个感觉。哦，不行，我会受不了。整地很疗愈吗？整地快气死我了，难真实了。箱子要换位置。
开了安安哦。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下午没课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直播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哎咻，睡觉。刮痧的声音很疗愈，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听哎，挖土。拿来吃洋芋片的声音，你要听吗？很小。哇哦，这声音，哦哦，这声声音是不是这声音好听吗？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说，帮我去录一个那个缩时的声音，就任何方块破坏之后声音，那就缩时什么五分钟的，不是五分钟啊，缩时五倍啊、十倍啊、两倍啊、三倍啊那种东西，因为后置才知道那声音真的是好听到不行。前阵子很流行那什么 A 什么 SMR 还是什么的，完全是要戴耳机在听东西的台，那个频道。挂了整个下午在听台啊，我刚开耶，你挂了整个下午。然后带你们去听好听的台。
这个就很难挖，平滑山有够难挖的。挖草声音很烦吗？会吗？我觉得很好听哎。你说喵挖草的声音吗？挖草挖草。先整到这好了，不然沙子满了，平滑沙岩，沙子沙子，既然沙子这么多，凿制沙岩，
个仓库啦。那这个声音呢？你们听听看啊、哦。笑语说，可会听到岩浆的声音啊，会很烦，对吧？哪三个石头？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？对啊，好好玩玩。我之后应该沙子都改成那个啦，砂岩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去地狱，就又要开始挖，有没有？锅里的水烧干了，你，太危险了吧？需要个仓库，还是仓库改在这啊？这边放仓库哦。这个我早该移位置，等一下、哦。搬家了，首先做一堆箱子，哦，那个谁，敢忘记名字了，刚刚哦，冷冷安安。先钓鱼机要换位置，现在砍木头。效率差一点点，这样，这个差一真的差很多，我要去换那个了。效率附魔书，效率，52个加一本书，52个一本书。
感觉没差、啊。还是我之前是拿习惯效率六的、啊。分享自己的兔兔人设怎么？我的人设就是那个啊，我当时就穿黄色衣服嘛，然后就是蓝色的短裤，就很热，夏天的那个，然后就这样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头发是咖啡色。等一下、哦，我，那你们等一下哦。机器人跑哪去了？对。另存新档，存档，回收四，就给你们看哦。啊、兔兔的人设是他自己画的啦，我不知道新增来源。下载这个，哎呦，好丑，怎样？就当时的发色就差不多也是这样子，遮一下哈。就当时讲短袖嘛，然后短裤，然后厕所不是厕所、啊，发色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决定我的人设啦。没有、啊，我觉得人设很简单啊，要重点是要有特色。人设我觉得还 OK， 比较难的是要有你的特色在。那、啊、这边要改了，帮我改一下哦，先带沙子来。那些挂台的没看到照片就算啦。嗯，等一下哦，就很简单啊，想那么难干嘛？沙子，想到对啊，比较难是画得出，画不画得出来啊。其实还好啦，你就是如果你去委托人家画图的话，你就画个大概，你就尽量把你想要的图画出来。那通常我们会画画的，就是可以自己发挥啊什么的。像以前我姐请我画画，我也是跟她讲啊，你就画个大概给我看啊。我想一下哦。哇、哦，伐木场比较麻烦，是没有对齐，没有对称。中间四五这个数字，我，而且不能离烽火台太远。
刚刚那张照片直播档回顾影片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吧，因为 我也懒得去删掉还是什么的、啊，看得到吧？隔一隔，一二三四。黑橡木，好，整理一下。沙子，thank you。
好奇问问繁星，对于自己在别人的影片中露脸，什么感想？什么看法？我怎么长那么丑？是这样啊？怎么长成这样啊？我乃谁干呢？没有特别的想法。这样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些好杂哦，全部放一个箱子。杂物，不想面对这一箱哦。跟你讲，帅没有用，帅女生年纪再大一点就觉得帅没有用了。来分一下哈，怪物掉落。